如今，在立法院即将要审议自定区条例，我们认为，假使通过的话，桃园是第一个受害者，因为在自定区条例里面有说过，土地是为了让业者快速得到，而他会采集一级业者，那这个就是典型的关山勾结，还有弗兰真谛。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就是特定的一个东西可以代表说我们其实是公库的实习记者，所以一开始在受访的时候，我们跟现在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前几次都会很害怕，就是想说人家会觉得，因为很多次我们大家都认为说我们可能是刚好抗议的民众，或是路过的民众，然后来顺便拍，可是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就是主动的去跟。没有太主动，或是事后我们也不太敢，就是用不防卫，怕会打扰人家。可是其实过后，就是其实有学长姐的心理建设，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公库，其实不用怕，就是说怎样，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资料库，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主动可以跟人家要求说，我们的，因为他们会希望我们报，然后我们其实是在媒体里面，我们算是比较是可以就是完整报道的，所以我们其实不用太害怕说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就是。害怕就是不会被采访，是就是组成来源比较复杂，而且你会觉得到底是谁开了记者会的话，像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抓住几个一两个我觉得是重要的点，那可能就是可能是关心桃园航空城那一块跟自禁区有关，或者就是像一些教授，就是台湾教动协会就出来对自禁区有一些质疑，然后可能就会针对就自己抓出两个比较重点的部分就出来写，就是可能不会依照他们每个人都出来讲一些话，可能会自己抓新闻的重点。在学校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已经想好的内容，然后那在两分钟内都是我们预想的内容，可是在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地方实习的话，其实抗议记者或是那个突发状况其实都会有，然后像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暗地发起的行动，那我们会不知情，然后在当场可能就会突然就是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我们要非常的 focus， 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然后接下来程序是怎样，然后新闻主题的确定性，然后不会有其他内容掺进来，因为我们不想要就是模糊焦点，这样就是很开心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台湾很多不与同的社会议题，那就会发现真的就台湾比如说户数啊，还是一些古迹保护或者一些土地征收，就是非常多人在关心，只是我们平常看报道就是真的是事情发生很大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所以就是很开心这次实习机会可以让我有很多的时间还有就是机会去台湾的各个地方看，还有就是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然后这次让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参加很多就是政府的公听会，就是比我想象中原来政府原来开了很多公听会，然后也有很多旁听的机会可以让民众还有媒体去关心这一件事。那会觉得就是他们也有记录之类，可是就是如果我会觉得现在媒体真的很少注意到就是那么长的会议，因为可能就是拍一拍民众抗争就走了，可是就是如果要真的很认真做报的话，你应该要去质疑政府里面说了什么 PPT 内容有没有错误，还是就哪些点是民众很在乎的点，就是其实是有这个机会去很审慎的看政府的一些相关的作为，就有个机会去看就旁听，就是真的了解这一个议题。主流媒体他们大多都是拿着大的摄影机嘛，然后其实那些就是可能慢慢民众就会觉得说，哇，感觉是蛮专业的，所以就会比较是给接受采访。可是像我们就是可能就是随手随便一个包包，然后拿着一个小型的照相机，可能大家会不太确定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媒体还是怎样。这时候就是要好好介绍说我们是公库的实习记者，然后讲一下说之前我们可能有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算是一个。就是媒体的身份可以来帮他们报道，而且是跟主流媒体比较不同的方式。然后其实像警察这些，我们跟学校不同的是，因为这些警察，就是我们其实每次到一个大场面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警察在那边排，然后一开始就是会有吓到的情况。可是其实我们在
整个进行当中，其实不太会有跟警察冲突的画面，可是主要就是可以和平共处啊。然后只是有时候会被警察误认为我们是抗议群众，可能会被赶一下子而已。是主要负责写文字比较多，那当然就是摄影团他们通常都会开记者会前都会发新闻稿嘛，然后我们通常就是也会先看一下就是新闻稿的主要内容，那也会提出一些就他想主要他想要的诉求是什么，然后就注意看一下我还有哪些点不清楚，那可能就当天在采访的时候就可以对他们提出问题。因为像我之前也是对他们的一些社运团体可能比较不了解，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就是深耕很多年，然后我也只是就是可能几个星期前才接触到这个议题，那我可能就是会以一个一般乐听众的方式，就是比较没有知识背景去询问他们，然后在写新闻稿的时候就会比较focus 在这部分，就可能需要一些解释，再拉出来解释说他们为什么要抗争，然后就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是会以一个比较粗浅的乐听众没有接触过的身份去写这一则新闻稿。在讲的时候其实包含了其他不只是单纯这个桃园人民的诉求，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记者会其实有一点就是可能是每个都抓进来一点包出来的那种花篮这样子。对，可是就是可能会很容易模糊焦点。我们其实在参与这一次的实习记者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就是说可能会了解说各边双方的无奈吧，就是有时候可能站久了会发现说警察可能他们也有他们难为之处，然后像抗议民众他们也有自己想要诉求的地方，然后我们在中间媒体的可能就是刚好是中间者，那可能不能说就是比较倾向哪一边，可是会就是知道说两边的苦楚这样子。会觉得线上媒体就是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就是有一个比如说会后玩的记者会，可是有时候会有很多突发状况，因为可能就是会有其他的主流媒体可能就会把当事人就直接到后面去访问，然后那时候我们可能就两个人就要分配一下，可能谁要先拍哪里，然后可能有一个有组长主拍，然后另外再拍一些访问的画面。然后我会觉得在公库实习就其实比较跟其他媒体比较不一样，就是比较多时间可以去真的是很完整的采访，因为像我们真的都会就是待到最后，然后有问题的话会再去问他们，然后事后的话也可以做补访，就是整个时间流程会有时间做更多的研读。就可能在新闻可能很多人都只看新闻稿写，可是我们可能就比较有多的机会去让乐听众了解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抗争，而不是就是他们今天来抗争什么。有时候可能就是你看应该还是不知道他们在抗争什么，因为就是在线上媒体可能就会比较看到他们的冲突点这样，所以就可能比较不知道他们的诉求。